人生哽咽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我本来想哭了。我想说，真的，有这些你们这些喜欢我们的人、支持我们的人、鼓励我们的人，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，不断提升自己，还一颗更好的我们给你们。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我工作辛苦，虽然累归累，但是因为你们喜欢我，我心情就很好，看到你们我也很开心。其实我是不太会讲话的人，我不太会表达自己，然后我也不是很会哄别人开心，所以我只能更真实的去跟你们表现自己的一些状态和想法。我是一个没什么一直以来没什么靠山的人，但是经过这么长的路走过来，我发现我人生最大的靠山其实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支持的我。有你们在背后支持我，其实我什么都不怕，一切困难我都可以克服。感谢那些关心我、支持我、鼓励我的人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个奖呢，属于我的粉丝们，有你们才有我，谢谢。我要感谢一下靠山的粉丝们。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、鼓励我，然后照顾好自己。好，谢谢。感谢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一定能够回来一个更好的生活。谢谢你们。所以可能可以说最好的我和你们。看到所有的宝宝们，首先我要感谢一下你们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，看你们的支持以及我分享的爱，我也知道，谢谢你们，我最爱的你们，感谢你对我们的鼓励，我一直都在想，我们一直都在想。谢谢你们对于我们的支持。完了，最后就是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，请以后多多支持，继续关注，然后给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的日子。